Ready? Come on. 星期六凌晨啦，系有恐怖在笑嘅，人脚系少咗啲，但系都继续有嘅。睇下天先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气温介乎喺23度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足数百年渔村故事，澳门至尊级海鲜火锅酒家盛世登场，世纪为景湾海鲜火锅城，多款生猛海鲜，醇酒醉影，还有早午茶市、精美点心、南北粤菜，任君选择。订座电话853-2883-8068，地址澳门氹仔孙逸仙博士大马路289号宝龙花园地下 D 座。星期五的深夜，星期六的凌晨，依然有恐怖在笑，在旺角打到飞起的。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件事，今天恐怖在笑少了很多人，是就没有了Siro 就刚刚应该落机，就不赶不及回来，Eric 就放假去了迪迪尼。咁啊系啦，咁我懷疑咧，即係人腳又少，然之後大家可能都分心咗喺呢個MK 嗰邊 ，MK 嗰邊嘅時候，今日不如 soft 啲啦，即係唔好咁興奮啦，即係其實喺呢啲大是大非嘅日子咧，即係其實咧主持人要控制自己嘅心情去做一個節目，其實都幾難嘅，尤其是睇到出邊有咁又唔係，睇下咩主持人嘅啫，其實真係好沉重啊，我覺得，即係今日有少少係，即係咁我又唔係咁睇。即係一個主持人的角度，其實你點都應該係一係就唔好做，一係咧如果你做咧，其實就應該做翻最基本嘅嘢。係，所以我哋基本做電台最基本嘅嘢，就係做翻電台嘅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其實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咧，一開始有電，我估喺屋企而家聽我哋節目嘅人都想，即係如果你喺屋企會聽我哋節目，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啊，會唔會你都係其實？睇佔中嘢睇得好煩啊！即係新聞都喺度講啊，喺度搞啊嘅時候，想揾個機會啦，靜下啦，有其他娛樂啦，即係唔好再浸浴喺嗰啲咁暴力嘅新聞入面啦，咁樣都係想一個輕鬆啫。咁如果係輕鬆，我哋不如徹底地輕鬆下啦。今日咧播歌啦，同埋啱啱我已經開翻 chat room 㗎，原來頭先一直未開。係啊，咁啊，聽下歌啦，即係等大家。即係因為世界呢、這個，我成日都覺得嘅，即係有好多人都講嘅，就係音樂係最好攞嚟治療自己嘅情緒嘅。但係另外歌都得嘅，但係打上嚟點歌咧，就
講少少嘢啦，即係分享下點解你揀呢首歌啦？點解你會揀呢只歌，或者呢只歌點樣影響到你啊？唔需要長篇大論嘅，即係打出嚟講下啦，等呢度多翻啲人氣啊嘛。都係㗎，唔好就係喺曬旺角喺曬咁重啊。好，有一隻歌咧係之前咧同即係Eric 和阿九去了日本的時候，我和 Siro 做過一次 music show， 其中一首歌呢是那次沒有播到的，但對我來說 是都挺意義重大的人生裡面，因為情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哇，這樣玩我啊，這樣情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然後很多時候是在情裡面陷得很重要的，所以好後來聽翻呢只歌嘅時候，我知道一樣嘢，就係有陣時真係唔好太迷信愛情，愛情唔係代表一切嘅。即係有好多時候咧，其實你聽唔到、睇唔到，唔緊要嘅。你跟別個一直有虧待我，偷偷的背着誰快樂？齋聽聲都得。直到致電給你，講到憎我，恐怕已清楚。今晚其實 YouTube 冇乜用。辛苦你來面對，同時戀愛難怪更累。於當初你話我是唯一，現時未許，怎麼算根據？大概我们谁都应该胜赖，你根本最坏，但求每日用心使你愉快，而换来结果跟我摊牌。当选了别个，你又何必表现伟大，让痛苦放大。若然你物会他不算越界，难道说跌伤不要开大，都应该很脆化。我一直有这幻觉，总好过证实曾快乐。直到致电给你，讲到憎我，恐怕已清楚。大概辛苦你来面对，同时恋爱难怪更累。于当初你话我是唯一，现时未许，怎么算根据？大概我们谁都应该胜赖。最坏，但求每日用心使你愉快，而换来结果跟我摊牌。当选了别个，你又何必表演伟大，让痛苦放大。若然你物会他不算越界，难道谁跌伤不要开解，忍痛离世，怎么先
即系阿胶一首就女版情界，一首就男版情界还翻俾你，都唔知道叫博住佢哋猪鸠你啊！大概我们谁都应该胜赖，你根本最坏，但求每日用心使你愉快，而换来结果跟我摊牌。当选了别个，你又何必表演伟大？为了满足心态，若然秘密会他不算越界，难道说必须不要开解？彼此都很痛快。吴浩康的情界，喂，你那首情界其实真的算是坑嘢嚟嘅，先住佢，其实唔系接住，系先住，明摆摆到明系系猪鸠嚟嘅。我觉得王菲嗰只会听啲。我嗰个年代系真系听吴浩康嘅，系嘛，系啦，因为嗰个年代要，切嗰阵我嗰阵时未听啊嘛，王菲，即系王菲呢啲系。再老一輩，你唔係我哋嘅小學年代，係我哋小學年代，跟住去到吳浩康係真係自己識聽揀歌啦。但係咧之後咧再大啲咧就係聽翻轉頭，哇！原來以前啲歌好聽嘅，八十年代啲歌係好聽好多，好詞填得八九十年代應該係話，喂，聽個電話先，好多恐怖叉燒，係點稱呼啊？唔係黐線劉小姐，哇，好嘢啦，咁勁啊你，係劉小姐打上嚟想點歌定係想傾偈啊？冇啊！我唔点歌啦。你睇下我因为我想讲，因为我好耐冇打上嚟做，要个女仔系肯为你做啲嘢，咁先至会放唔到你出嚟咯。吓系噶，咁如果佢唔做，可以好色情噶，即系叫你做喂，诶俾佢揸啦，咁唔系，咁唔系，啊唔好咁 hard core 啦，锡一啖啦，你可以走啦，咁样你会唔会锡啊？做啲好，即系你佢会叫你实嗰啲恐怖嗰啲嘢咯。哦，即系要搞翻里边嗰啲核突嘢嘅，就唔系啦系啦。就唔系你两个 partner 喺度搞咁样样。梗唔系啦，同埋因系咯，同埋玩虫咯。玩咩虫先？黐线呀！嗰啲蚕虫啊，定个禾虫啊，唔知啊。要拎上手玩啊？佢要你，因为佢有三个桶嘅，跟住三个桶都系装满虫。跟住佢会叫你去抄锁匙咯，开门好核突啊！黐线，玩埋你咁嘅嘢，越玩越变态嘅啫，系咪真系要咁？但系其实唔惊嘅，我觉得。但系嗰啲攞上手嘅感觉系，质感好核突。喐咯，佢真系喐噶，佢真喐噶。你有冇打冷震啊？咁又冇。咁咪玩咗呢个？你同咩人去啊？今次呢个去呢个男友定女友啊？男友定女友？男友，男性朋友定女性朋友啫？男性朋友，男性朋友，咁你好彩啦，揾到个男性朋友陪你去啦，送只歌俾你啊，或者呢只歌唔系送俾你，冇住啦，啊冇住啊，冇问题，冇问题，好简单嘅啫，冇啊，我咧，我星期三咧要去照脑啊，吓嚟紧星期三，系啊，咩事啊？咩事？我之前咧因为跣咗楼电梯噶嘛，跟住咧去。叫照嗰个电脑扫描之后咧，佢话我冇即系撞到嗰个位冇爆冇淤血啦，但系咧佢话见到我脑深层嗰个位咧有个两 cm 嘅阴影啊！吓阴影啊！两 cm 两 mm 啊！佢话两 cm 啊！两 cm 对个脑嚟讲系好大嘅，好严重嘅事故嚟嘅，好大嘅面积嚟咯。系啊，所以佢又话我又唔知点解又死唔去，所以佢话要提即要好快咯，一个星期就俾我照嚟噶。你有冇嗰啲头痛啊、想作呕啊？有冇流鼻血啊？嗰啲啊？冇，我又冇流鼻血，但系头痛咯。咁我分享翻我两个故事俾你听啦。咦，你又冚过脑啊？我冚咗两次，再唔怪之啦。系啊，一次系两次都系直扮，即系一次就喺屋企晕啦，一晕就直扮咗落个地下嗰度啦。然之后就头落地啦，咁又系咁啊，之后又捉咗去医院啦。咁我嗰次直情脑都冇照嘅。吓，你咁大胆？唔系啊，系嗰啲人话唔使照啊嘛，咁咪冇照咯。咁然之后最后咧，反而照完出嚟冇事。系咯，多咗都冇事。但系有精神病，因为惊搞到咧嗰啲咩因为哇，好大落差，知唔知啊？我系冚骨，我跌亲骨咧，就系翻到屋企就收到加拿大收我读书。喂，跟住咧，但系第二日因为呕啊嘛，冚完之后，所以先听 Eric 佢哋讲，又话去照下，咪照下咯。照完出嚟就咁样咯。哦，真系啊。
有偶啊，真係又窄窄地。你真係一定要去照。你真係要喎，準時喎，記住幾點去照啊？我唔記得咗啦。哇，咁唔得，喂，揾翻你啦。好正常嘅，梗係揾啲最親人先啫嘛。啊，即係我輪喺一啲最中意嘅人啊，最愛嘅人身邊啊嘛。係啦。但係有好多咩啊？不過都開心嘅，因為咧，因為有呢件，雖然唔知係真定假啦，但係都算驚喜先啦。啊？點解啊？跟住咧，佢之前咧，佢之前唔係，梗唔係啦。佢之前咧有陣時唔頂唔笑嘅嘛，而家咧成日都好緊張我。哦、啊，因禍得福，焉知非福啊！我哋菜，唔好講呢啲嘢嚇，真係啊，冇事。你要奮勇血戰，無論衝榮或愚笨。餐好教訓，找到我樂趣，我甘於當副句，也是快樂著唏噓，彼此這麼了，成熟動物要你望著我流淚，但漂亮笑下去，彷彿冬天飲雪水，被你一貫的讚許，無需再說下去，在你悲傷一刻必須解圍，找到想说的泪，永不开封的汽水，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基本上我揀的歌全部都是因为刘涛的 list 去得出来的。那究竟刘伯，你为什么整首《猜情寻》先？《猜情寻》为什么会揀《猜情寻》呢？阵间先解释，我们听下电话先。恐怖，再笑，是点称呼啊？阿豪啊。阿豪哦，串烧豪，串烧豪，系啊，串烧豪啊，啊，喂，几时攞啲串烧上嚟啫？哇，送到咁远水佬，讲笑啫，我哋过嚟食啦，得啦，冇问题。喂，今晚想讲啲咩？中意嗰个女仔。哇，系，哦，好直接，我中意，要改歌系啊，得唔系佢点咗嘅？哦，佢点咗？佢点咗嘅？得嗰只。我有另外一隻嘅。哦，喂，咁我讲下我点解讲猜情寻先，因为我谂咗个 tag 咧，听下一隻歌嘅。咁而家我睇嚟要改个歌呢次，咁我就要讲一讲我点解拣猜情寻先咁样。好，猜情寻系因为冇噶，冇得解噶，系因为中意听我呢排，唔知点解，就系真系唔知点解噶。呢排系咪有一日要做嘢咁嘅时候就要搵歌，搵歌嘅时候就攞翻呢只，搵翻呢只旧歌嚟听咁啊。好覺得係一樣嘢嚟嘅，即係好世界，即係人生裏邊就好，即係愛情裏邊咧就好似係就係你追我，我追你，大家你估我，我估你咁樣樣。突然之間有一個好即係聽到呢首歌嘅時候有好大嘅感觸，然之後就不斷 loop 住嘅就係咁啊，就好簡單，冇乜特別嘅原因嘅其實。咁啊，你個愛情故事係點樣咧？係咯，我都發覺愛情呢啲嘢真係好中意耍手段，係啊。系啊，可能即系个女仔无意之间用咗手段，你都唔知嘅。又唔可以咁阴谋论话，有人系有手段先嘢咁又。咁啊系。点样识个女仔噶？系咪你太 hardcore 啊？同埋试爱嗰阵时。系咯，你试咗爱未先？咪同佢讲，咪直接录音同佢讲话。直接录音，我冇听错嘛。即系 WhatsApp 咯。啊、你試俾我都秒你啦！屌、啊，抵死你真！講呢啲咁我咁佢咁佢錄音啊，我咪錄個錄翻音俾佢聽咯。我問佢係啊，邊個唔敢愛啊？咁問佢，跟住佢話你啊，跟住話唉唔信咯。跟住我話講笑啫，咁你做我條女咪敢愛咯？即係呢啲嘅時候，其實係需要用最。最有誠意的一面嚟俾人睇噶嘛，梗係啦。咁你喂，即係你唔好話你會作篇作段稿有 full script 咁樣示愛啦。
你起碼都現場講啊，你唔係喺度呼任何嘅電子零件嚟做呢樣嘢啊。咁可能呢樣嘢可以嗱，女仔又有個藉口噶啦，分分鐘可能就覺得啊，佢雖然咧就話中意我，但咧可能咧佢就會覺得佢其實都冇乜誠意啫。同埋好似玩玩下，係咯，唔應該係咁樣示愛噶喎。同埋聽你之後同佢講嘢嗰啲語氣，你做我條女咪得咯？喂，咩事啊？呀，即係正如阿 Vin 所講啦，用詞太輕佻。咁啊係咯。可能依家個年代係咩年代啫？我覺得咩年代對愛情都係要即係一個表白上面都係要認真同埋係要 formal 啲嘅，唔關個年代事嘅真係。咁你係咪如果嗱而家廿幾世紀啊？廿一定廿二啊？廿二世紀啦，你話呢個時代係咁樣樣啊嘛？啊唔係 ，sorry， 計錯咗廿一啫。廿一世紀啦，你話個時代唔同咗啦，咁你以後拍拖係咪唔見面啦？就咁喺度對住個 screen 喺度傾偈啊？是不是不出街啊？咁電話情侶都有嘅，即係齋電話搞嘢啊？係咯，風聲。不過即係我唔會咁做咯。咁啊係咯，你又唔會做呢啲咁一開，即係而家你拍咗拖之後，你又唔會話呢個咩年代啊，仲做喺網上面搞咁樣，但你示愛又可以嘅喎，咁究竟係點解咧？我完全唔明呢樣嘢喎。可能即係我個女仔會真係嗱，唔好講個女仔。是你說我自己是說我自己我你是不是怕醜先不是我也有些牛仔的如果說真的屌這麼有些咯但是你根本是怕衰不過我個人都可以去到很盡的是如果真的我明白 的有十足的把握你可以去到很盡是每個人都是的啦我覺得現在很多時候年輕人啦我不可以說秒他們但是真的沒有了以前那種尊重愛情的是啊即是對愛情是喂拍拖了哦分手啊哦喂那即是怎樣你有聲你出聲都好啊text死的現在那些可能是我讀一個稿出來而已是啊即可能真係個聽冇噶咯喎嚇，係咪咁噶愛情？係咯，唔係咁嘅，我覺得啦。唔係咁。所以咪嗱，其實我覺得咁樣就有機會令到個女仔覺得你唔係認真嘅。調翻轉頭，你至於好認真啦。你係個女仔，你遇到咁嘅情況，你會唔會受溝先？咁咪係咯。咁我係咯，我都會猶豫嘅。咁係咯。系小朋友，哇！即系即刻俾你一句屌醒咗，系啊！我冇屌你，你唔好乱讲，唔好讲到好似暴君咁样。我哋只不过系将一啲我哋经历多你两三次嘅爱情话俾你听啫。所以诚恳啲啦，人哋唔好正面咁样回应你，其实好正常。人哋女仔嚟噶，秒鸠你都系抵你死嘅，真系。咁啊系咯，系咪先？你自己觉得？我應該打個電話佢，喂，得唔得？打咩電話？屌啦！唔係打電話約佢出嚟噶嘛？唔打電話點樣約佢出嚟啫？哦，啱，係嗱，呢個我哋衝動屌，我哋錯，我哋衝動屌咗，係因為以為你唔變，以為你唔改啊，咁你改。喂，如果咁我佢唔聽我電話咁點算啊？你自己傻咗，咁抵死咯，咩就拆咗咯。咁呢啲嗰啲叫你第一嘢衰啊！呢啲就係從一啲生活嘅細節啊，從一啲。生活啊，你曾經即係一啲生活上面嘅經驗嚟累積一個之後更加好嘅你咯。咁啊係，我可能我的生活已經俾智能手機取代咗。咁啊係咯，唔關事，係只係你自己俾咗一個藉口，係啊，覺得而家嘅溝通就係咁樣。係啊，其實你唔尊重嗰個關係，係啊，你唔好好去諗點樣去俾翻一個尊重人哋。相对地，你觉得其实咁样自己都冇所谓。如果你谂下，如果调翻转头，人哋对你咁样做，你系咪真系冇所谓先？嗱，虽然男仔可能真系冇所谓嘅，男仔真系，但如果你系女仔咧，女仔可能真系会介意嘅。仲有尊重你。如果我唔好话你系拍散拖啊，真系衰啲讲句，一齐咗啦。一周年紀念，突然間回想起，喂，當日你點樣去表白噶？屌，打個電話，咁其實都幾攞，同埋幾件事幾冇癮嘅喎。係啊，一個唔係打個電話 voice message 啊 ，voice message 啫。咁樣做乜啫？打個電話俾人啦，約出嚟啦，即係打個約佢出嚟。係啊，我你覺得買花會唔會好老土啊？咁又唔需要住。我本人覺嘅。我覺得乜都未。我本人
唔系，我觉得表白系要用个心嘅，唔需要任何嘢嘅。如果用，我觉得是这样的，表白是需要用，是绝对是需要用心的。那是不是需要用其他东西去左答右答啊，帮助提升个气氛啊，那就看你自己啦。那不是个个都需要的嘛，有时又或者不是个个符合到的嘛。是的，那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性格，你看个女生是什么性格，然后再想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但用心是 must 的咯，这件事。其实讲真的，自己真的很烦，即是有纠缠，即是那刻会有纠缠的。即系谂翻起之前嗰、那个，哇！即系嗰刻，即系觉得自己想点啊！即系其实我都成日问啲女仔，即系问我之前佢，即系我一而再再而三俾佢拒绝啦。我都成日问佢，咁你想点啫？跟住啲女仔通常都会答你啊，我唔知啊，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到最后都系佢即系冇结果咯，即系一直咁样落去咯。咁就嗱，细个嘅时候捋下冇所谓，但系咧有阵时捋完就算噶啦，唔好死捋。一次、两次、三次，人哋都系唔俾个机会你嘅，咁咪算咯。人哋都讲到，基本上话到俾你听，我唔中意你噶啦。苦苦痴缠啊，咁。经已没意思，经已没意思，为何不可以啊嘛？不可以放低呢个人呢，由我去决定谁啊嘛，在我心中应唔应？但系即系有个情况，我真系试过，系咯、啊，我即系我尽，我都系抑压住自己啫，唔揾佢啦。嗱，唔好再同佢沟通啦。你越沟通就越难忘记呢个人啦。啊，但系佢就会突然间咁样。喂，近期点啊？啊哈！我唔开心咯。嗱，你要切记一样嘢，好感同中意你绝对系两样嘢嚟嘅。但系佢，我个人好混淆，你知即系睇唔清楚嗰啲嘢。你唔系好混淆，你系情愿相信佢仲对你有感觉。或者太易动情，系啊，自我催眠啊，系啦，自我催眠紧，你觉得啊，仲有意思嘅佢揾我，梗系仲有啲嘢啦，咁样你自己跌咗落呢个圈套里边，你咪永远都即系女仔有阵时又好衰嘅，突然之间无端端又撩下你，咁然之后你又谂多咗，以为啊，佢好似仲好记得我，仲好需要我帮佢，咁啊又跌翻落个氹嗰度，咁样呢啲冇嘅，呢啲系其实冇一个。嗱，如果我觉得咧呢个世界上面咧有人咧可以列到一套一本武功秘笈出嚟。可以咧，就係、是、你跟住呢套武功嚟練咧，你就一定可以擺脱呢啲咁嘅感覺。我肯定嗰個人發咗達噶啦，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根本冇呢套武功秘笈。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好過啲，或者令到自己跳出去呢件事裏邊咧？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即係經過咗咁多段嘅關係，我只可以同你講，即係祝你好運嘅啫。即係睇下。幾時有一日突然之間你遇到一個更加中意嘅人啦，或者突然之間著咗燈，就係、是、覺得哦係喎，其實我都唔係咁中意佢啫，又或者哦突然之間覺得對佢冇感覺喎，咁呢個著燈或者你遇到第二個你更加愛嘅人，咁係咪一定會發生嘅呢？又唔係嘅，同埋就算會發生嘅話，要等幾耐呢？唔知嘅喎。自修的呢套武功，系啊，所以其实真的靠你自己，或者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呢啲都是人生一啲经验嚟嘅，唔需要刻意去觉得好或者唔好，不如尝试调转一个角度去就系享受一下呢啲时候啦，即系或者记低你而家自己系啲咩感觉。我估第时时间系代表一切，同埋时间系可以见证住一切，同埋时间去冲淡一切噶嘛。仲有一样嘢就系呢啲系你嘅经验，你嘅经历嚟嘅。你今次你知道你呢个经历话俾你听，我唔可以同佢一齐，或者我表白失败，原因就系我轻佻，我唔够尊重呢个爱情，唔够尊重呢段关系，唔够懂得去好好地表白。下一个你咪知咯，你咪会行埋去佢身边，同佢讲你中意佢咯。理解。嗯，系，即系我，因为我，唉，我即系讲得贱格啲啊，就系想用
即系新一段爱情而忘记旧一段爱情咯，即系可以咁讲。冇坏嘅呢样嘢。哇，系咪好咩啊？我唔识讲。嗱，如果你完全投入呢段爱情嘅话，冇坏嘅。如果你真系当人哋水泡咧，我就屌你仆街嘅。即系如果你净系想有多人个陪你咧，你真系好捻仆街。但如果你是说给自己听，或者你真的可以承诺到一件事，你不是因为寂寞而喜欢一个人，其实真的没问题。明白。难的、很难的，即是要学的。我爱情现在的复杂到我喊出来。我说。嗱，串烧号你点了一首歌，你自己讲，你自己讲。你串烧号点咗嗰首歌叫咩名字？串烧号下次会点样同人哋表白？啊，我串烧号点咗首歌叫喜欢你。下次咧，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我就会当面同佢讲，唔直接回避个问题啦。系啦，我讲嘅，记住啊，记住今晚呢个节目啊，记住啊，好啦。下次再见，唔该晒，多谢晒，拜拜。湿透黄昏的街头，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即系老实，你问我，我都系中意 Beyond 多啲嘅。
但冇计啊！你一听串烧豪呢啲年纪，都系听阿 Jam 大啦。即系如果串烧豪仲听紧或者睇紧呢个节目，喺 chat room 嗰度咧，其实大家都俾咗好多意见你。其实我相信佢唔会唔明嘅，系，我觉得只不过系消化下啫。九把刀金句啦，咩啊？慢慢来比较快啊嘛。跳，哎，还埋啲歌债先。有人点咗阿 Vin 点咗散下的人，都几啱呢个时候听，其实真系。今日又嚟，让我这晚在美梦里苏醒，望见实况大概未算温馨，很想发声那渴求，却遇到艳丽，如他好好去听，谁想写信抗命？这个令我自满的家，快破落了，别弃守它。内心的不安，远比烽烟催泪时吗？怜悯着这乱世，遍地都开满花，凭一股原始的求生的力量，危险的崇高的围绕这城墙，无法强夺我曾熟悉的一切，对抗不公仍倔强，从天黑挨天光仍不甘示弱，来紧握与散手一张，用光一切又再补充我能量，燃点这个梦想。不知道你而家喺边个地方，可能喺屋企听紧，可能喺街头度听紧。但我想今日都系一个雨伞下我或会伤害，因为重要嘅日子去话俾大家听。有一班学生都继续努力紧。在街中安守，让一颗颗希望在种，团结着去面对世上千疮百孔。凭一股原始的求生的力量，危险的崇高的围绕这城墙，无法强夺我曾熟悉的一切，对抗不公仍倔强，从天黑挨天光仍不甘示弱，来紧握与散手一张，用光一切又再补充我能量，燃点这个梦想。人民为了能好好发声，抱着勇气抵挡压迫，本同根生同等的活着，同舟的谁不想平安的离场，如太平盛世谁又想撑起伞，乱化这一场硬仗，凭一股原始的求生的力量，连天都听见这声响，若争取过，就算输得更嘹亮，亦不枉这梦想。柳伯，今晚落唔落去啊？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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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落啊！我都谂住落落去，落去啦！见证住一个时代嘅诞生，为见证住一个精神嘅。演繹，即係有好多人都覺得，喂，啲人咁當然都一定會有正反兩面啦。有啲人就話覺得太暴力啦，咁樣；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喎，你為咗自己嘅嘢去爭取喎，咁樣。我覺得兩樣嘢都有佢哋自己嘅見地嘅，即係有佢哋自己嘅
他們自己的評價和感覺，他們自己有些堅持，但我覺得另一件事引翻出嚟睇，其實我覺得呢個運動已經去到另一個階段，就係、是、即係當所有人都覺得而家嘅佔領仲係一個運動嚟嘅時候，我覺得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境界。我覺得贏咗啦。其實我而家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單單嘅運動嚟嘅、其實係一個香港人從來未有過嘅精神嚟嘅，呢個係。係。所以其實係即係你落去係咪？支持那班你哋即係 so called 叫衝擊緊警察的人，就是叫、你哋係一啲暴力啊分化的人呢，我覺得不是，其實我不是撐他哋或者乜嘢，但我是覺得呢個香港人的精神是從來未有過，因為今次運動生咗出嚟，而我覺得呢一種精神是我是敬佩的，同埋我是會因為咁 power of 我。自己是香港人嚟嘅，即係有很多傳媒都講嘅啦，即係尋日黃子華都話啦，尋日黃子華最後一場 show 佢都話，佢每一場都當係最後一場咁做，因為佢驚隨時都會出事。咁點解咧？佢就係話，其實咧就有一個比喻，就係我哋就係雞蛋，政府就係高牆，係啊，搞咗咁多晚，一隻雞蛋都冇裂過，都係，就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大家都好愛香港，我哋都會。大家都會忍讓大家，所以最後發展到成兩三個禮拜之後，好好彩地，我都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啦，一隻雞蛋都冇爛過。所以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 appreciate 嘅，同埋我係 power of 自己係一個即係會因為咁樣而覺得驕傲咯，係。我呢個精神真係好難。冇嘅，從來香港。我以前就好崇尚一樣嘢，就係日耳曼民族精神嘅。因為我覺得全地球入邊最有民族精神、最團結、最有地方色彩，即係最鞏固嘅一呼百應嘅，一定係德國人嘅。今次之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相信香港人係強過日耳曼民族。因為香港人的團結，香港人的那種忍耐，那種的文化，那種修為，其實夾了很多香港人的特性下去。是，即是有些人經常覺得 MK 仔是很衝動的，但是今次事件告訴你 MK 仔其實是愛香港，很忍得的，是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他們是會堅守自己的底線，不會越界，不會勝。另一件事就是夾雜了，即如果你說日耳曼民族是很團結的，今次的運動又 令到我們知道了香港的人除了團結之外其實是很有創意的。是，即你怎會想到如果有人過來搞事的時候你唱生日歌來趕走他呢？這樣想不到的，即香港人的創意就是在這時候你會見到的、就是、另外一件事其實我要給一個 credit 的，就是新聞從業員很明顯大大小小的傳媒都很努力去做這件事的報導又好採訪又好儘管大小，儘管咩部門咩地方係辛苦嘅，亦都體諒嘅，亦都要喺呢度同我身邊嘅人啦，即係佢都係做媒體做新聞，每一次都凌晨都要擲醒，又要寫嘢啦，因為都。有成日都有啲凌晨時分有突發事件咁發生，辛苦嘅，我就又唔係成日可以陪到佢，咁只可以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同我呢個女朋友係好難得喺呢一個時候遇到，呢一個時候互相扶持而。这个时候去跟大家一起然后不离不弃的，或者见证着一件大事，是很难得的，即在同一个年代里面一起去在一个关系里面见证着一件大事，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 是值得去纪念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对我哋两个嘅关系亦都系啦，真系多谢嘅。在昨天里，几多人新欢变做前度，未结识你，只懂茫然笑好。几多次告段落，走的几多冤枉路，仿佛终局对下一位情更好。其实如日一早碰着你，谈情或聚散也草草。遇上你太感恩，不知亦不早。等我笨够了，傻得到方前来抱抱。当天轻率的我，如果不太寂寞，真系唔系好识讲大事，真系除咗儿女私情，真系冇乜。反复思念，即使委屈也学反省，守缺点，原来全为此刻对你讲，能陪伴着你变经典，遇上你。好多人可能会即系每一次听到我播歌嘅时候，都应该系播呢首嘅时候咧。其实有原因嘅，因为我好似系未讲过点解我去认识咗呢个女朋友同埋所有嘢噶嘛。冇噶，好似系啦。老实我系识我原来系喺我中学时代嘅时候已经见过呢个女仔。哇！所以。我是不识佢嘅嗰阵时，你真系猜情寻，揾翻嚟咯。唔系猜情寻，真系好事实嚟嘅。啊，因为如果我真系中学时代去认识呢个女仔嘅话咧，我一定散咗啦。啊，细个真系唔知咩系爱情，嗯，冇经历多几段爱情嘅话，其实真系唔会识珍惜嘅。系啱嘅。去到而家，老实喺一个。好特別嘅環境去認識到，而一齊到，個感覺係咁良好嘅。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嗯，唉，靠呢冇啦，今日就系咁多啦，咁快啊，系啊，落去嘛，赶时间真系嘅，咁样就系咁多啦，即系可能唔想讲咁多感性嗰啲嘢，纯粹就系呢个时候我讲唔到啊，我讲唔到啫。最后啦，节目啦，送咗只歌俾大家啦，呢只歌就系、是、下个礼拜，首先下个礼拜有冇预告啊？冇啦，系嘛？冇，唔需要特别预告。唔需要特别预告。系啦，下个礼拜一咧将会齐人日啦。节目最尾送咗一只歌俾大家，就系宇多田光嘅《Beautiful World》。下个礼拜见 ，peace。多愁善感唔系沉重，只不过系真系有感而发啫。好，下个礼拜见啦，拜拜。